如何用一个字符就写出一到九九九九？十三世纪的天主教西笃会的修士们发明出一套字符，只要用一个字符就可以写出数字一到九九九九。规则是这样的：分别有个位数的一到九、十位数的一到九、百位数的一到九、千位数的一到九。写的时候只要把各部位依序写出来就可以了。比如要写一九九二，先画中间的直线，接着把个位数二、十位数九、百位数九和千位数一依序画出来就完成了。这个是四七二三的写法，这个是六八五九的写法，这个是七零八五的写法。考考你，九四八七怎么写呢？